哈哈哈哈哈！我碰不到。你说呢？对啊。我还有。哎呦！
好，所以在我旁边的呢，就是瑞，许哲瑞，然后是从海星高中毕业，然后现在在万能科大。那你觉得今天跟我们一起打球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强度非常高，然后对方给我们身体也很大，啊，队友凯瑞的也蛮好的。你说哪一位？旁边那一位吗？我觉得两位都是。那到万能科大，你觉得有就是从高中到大学有没有什么改变，心境上啊，或自我就是成长的部分？我觉得到了大学之后，就是不能像高中那么冲，就是要多冷静，然后利用脑袋在场上打球。然后其实，在高中可能体能算不错的，但是上了大学之后，内线里面都有外籍生，不然就是碰得到很多比你高大的人，所以要更懂得利用队友或是球队的体系去找到自己的出手。你自己打法上面有什么改变吗？因为在高中上面就是高度的不足，所以可能有时候都要打到四五号位去。但是到了大学，其实打四五号位一定很吃亏，所以一定要转到一二号上面会比较吃香一点。今天有没有扣篮啊？你今天有没有扣篮？实战上没有。实战上没有。好，那下次记得来上课。好，马上预约。我觉得在那边就不是让你一个动作去做很多次，然后一直重复做，它是可能让你在少数的次数里面，然后去让你的肌肉去记得怎么做那些动作，然后让你可能在实战上也可以轻松用出来。对，然后在那边训练的强度不会就是单纯什么做脚锥，然后去做运球什么，就是教练其实在旁边给你的身体碰撞也是蛮大的。以我自己也去美国去学技术训练这一块，然后他们是只会让你做六次，然后六次就是看谁进得最多，然后就是赢，然后就是你要跟可能你们在美国训练，你会是两三个一起吗？对，都是两三个一起。对，因为两三个一起训练的时候，你会比较有那种好胜心，他不会是一个就哦有进没进就差不多，就是、但是别人进你就会想进，对对对，不然人家会觉得你很弱。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在美国我们其实都是小组训练，对，就你要两三个，然后。最输的就有一个惩罚这样子，然后去激起好胜心，这样子就很像比赛的压力一样。对对、啊、在我旁边呢就是 Max 马，就是旅美球员。OK， 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嗨，我太累了，我现在没有力气讲话。Max， 今天打得怎么样？累，还是累，我都抽筋了。你上次打三打三是什么时候？就是这种街头洞里。Long time ago。去年了吧？去年，那有特别加强什么地方吗？投篮有，今天看得出来，投进很多三分球，而且脚步啊那些，其实 hesitation 都做得很好。可以，我要感谢我投篮教练。Shout out to 投篮教练谁？前国手玉明哥，杨玉明教练。哦，他现在在台湾吗？还是你去美国？他在美国练。他在美国。那你觉得台湾的球风跟美国球风有什么不一样？以高中来说的话，因为你现在还在美国读高中嘛。台湾就是随时都是快攻，就算大家就是对面已经退防或者是没有退防的情况下，都是直接打快攻。然后美国是会看情况，如果是刚进他们还没退防，可以打快攻，但是只要看到对方退防完，他们就会慢下来，然后打阵地战，然后战术打不出来就会打 ISO， 因为。他们其实不是24秒，最久好像是30秒，不然就是没有24秒就进入那个时间，
所以就会慢慢打，就是节奏比较慢。了解了解。但是其实也很累，就是他们的强度，实话是真的蛮强，就是碰撞那些，比台湾以亚洲球员来说会差很多。啊，我自己在加拿大读书，然后我也打高中跟大学，然后我就会觉得，哇，大家高中跟大学的时候，家人就会来看你比赛，但是在美国就只有你一个人，然后就没有人来看你比赛，你可能打完球，结果大家就爸妈载走，然后你要自己坐校车回来，有这种感觉吗？还是大家就是同进同出？有家人跟没家人，我觉得差蛮多的事。有家人的话，你会比较想秀，对。然后没家人的话，就是比较会比较专注一点。嗯。但赛后会回想说，希望家人对，希望家人看，但是后面就是习惯了。那你自己有什么奋心路历程吗？自己在美国练球或者是比赛遇到挫折都怎么面对？我可以说生活上。对，除了不要讲之外。就是今天输球就，今天赢球庆祝。我觉得真的语言好好学，不要像我一样。虽然我现在语言没有很好，但是就是太辛苦了。我很后悔，我的高中现在很后悔，国中没有好好上课。你是不是很想走演艺这条路啊？讲真的，我真的很想，我超想演戏。该输球，不要难过，不要难过，输球难免的，输球难免的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不要拍，不要拍，不要拍，不要拍。你们都很爱耶。那你会觉得说在美国打球就很容易被？你自己在奋斗，但是台湾的球迷我觉得这样很好就是没有人知道我最好啊，然后之后成功的时候，大家知道我是谁。可以，希望你可以成功。希望我会成功。那有哪一所大学有跟你接洽，或者是？还是这是秘密？明年5-6月就会知道了。反正下学期就会知道，下学期就会知道，拭目以待，期待一下。等我。对，台湾球迷记得关注一下 Max 嘛。